欢迎大家今天晚上来到我们加拿大中国妇女互助协会空中云课堂。今天的题目是长者健康饮食上集，主讲老师是 Jason Lin。 Jason Lin 简介，美籍华人，营养美食家，美国 Salad Master 北美地区华人代言人， Suminity Capital Co 营养顾问，荣获2019年全球杰出华人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精准营养师，毕业于 Alhambra Medical University， 南加州土包子大赛优胜奖，母亲节菌子浸泡厨烹饪大赛优胜奖，美国大健康联盟总顾问。好，各位伙伴们，各位朋友们，家人们，大家现在好。那么今天又开始了我们的健康讲座，我们今天呢讲的题目是长者的健康饮食。我们很多朋友啊，一看到这张图啊，就想了，我们吃的东西啊，没像这个图上讲的这么丰富啊，尤其从大陆来这些朋友啊，比较习惯自己想，这过去啊，在老家吃的萝卜白菜呀、土豆啊，天天这些东西，那对于这个图上这些东西呢，不但有兴趣，甚至呢知之甚少。你看这里面西红柿啊，你可能常吃，牛油果啊，胡萝卜啊，还有黄瓜呀、彩椒啊，这些鹰嘴豆啊，还有我们呢吃的藜麦，这些东西呢可能都不一定常吃，起司之类的东西啊，还更有些辛香料部分，那这都是我们健康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那我们健康饮食很多概念呢都是一些误区，我们现在做一个小测试。那健康饮食小测试呢，就是健康饮食太贵了，那这一种说法对不对呢？错，因为有些价格最便宜的食物营养价值反而最高，比如说这个蔬菜和水果啊，全麦面包啊，麦片啊，和意大利粉啊，糙米啊，豆腐啊，菊豆啊，全部都属于低脂高纤维食物，价格比加工或包装的食品便宜得多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在正餐之间吃小零食呢有害健康，这也是一个误区。正确的应该是在正餐之间吃点小零食呢，或者在一天中间进食五六次，分量减少点餐呢，可以让你精力更充沛。比如说下午啊，觉得精力不充沛了，你喝一个午茶，来点小点心稍微补充一下，来点坚果都很好。那同时呢，有助于控制我们的体重，对健康有益的这些小食物包装，比如说水果啊，无糖的营养强化豆奶啊，无盐的果仁啊，种子粒啦，全麦饼干啊，花生酱啊，或低脂的松饼等等，那这些东西啊，你都经常去用一用，可能对你的健康嘛有很大的帮助。那还有人说呀，我只要不渴啊，就不需要喝水了。我经常看见一些
忙活叨叨的开诊所的一些医生啊，他们天天滔滔不绝的给人家讲，结果呢，几乎看他们很少很少在喝水。为什么？他们太忙了，哪有空喝水？再是另外一个呢，他们觉得喝水啊，要总去厕所啊，耽误时间。那很多人呢，都有这样一些错误的想法。当你的身体啊机能在衰退的时候呢，会变得不容易察觉自己需要水分。不论口渴与否，你都应该定时的饮用这些水的一些东西。那很多人说我喝咖啡不是一样吗？我喝点茶不是一样吗？你喝茶和咖啡是代谢我们的体液，所以呢，你要经常喝的是水，温水，啊，你说我喝个波霸吧，喝个奶茶，这饮料，它也和水有些区别，所以你呢要喝水，尽量就去喝一些能够帮你呢恢复我们的身体的干渴的这些水，也标准的水，以前我们也多次跟大家讲过水的方面的知识，大家可以参考前面我们所讲的关于水的内容。那健康的饮食啊，建立在食物间的一个正确关系，哎，这一点非常之重要。你单独的呢，你把一个东西拿出来了，你就觉得呢，好像我不需要啊。你比如说啊，你去这个意大利餐厅啊，法式餐厅啊，这些西人的餐厅，你会发现，我们在家里我都不喜欢吃的东西哦。你看到，比如说像一些朝鲜蓟呀。你比如说，他一些用于那个做的一些酸的橄榄呐、酸黄瓜呀，哎，这些东西呢，我们很多人都不许去碰它。和这个沙拉就兑在一起，你可能就更不得去碰了。哎，我们东方人呢，吃这个沙拉就是凉菜儿，弄点海蜇皮儿，弄点黄瓜，弄点白菜心儿，啊，一拌啊，放点这个酱料就吃了。缺乏一个多样性，缺乏一个建立食物之间的一个联系，这里还要加点气势。你试一试。加一点柠檬啊，你加一点蜂蜜呀、啊，你再加一点好的油啊，你比如说，你也可以加一点这个氧化歧化酶，也就讲的 SOD，哎，这些东西呢，放进去，哎，你吃进去，这效果是不一样的。再是一个选择多样的均衡的饮食。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啊，你比如说这些啊，各种的坚果啊，各种的莓类呀，还有一些这个生鱼片呐，哎，等等的，你都给它放进去。首先第一个，你看这个图上，元宝卡仁五。颜六色的，你吃起来呢，它各有不同的功效。那再一个呢，就是摄取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和能量，那通过你这餐菜当中，你能获得多少？在你脑子当中一定要有个形。我们很多人在烧菜的时候呢，就是简单化，给它
弄熟了，管他呢，就稀里糊涂吃进去。啊，说没有时间，那没有时间去来研究这个东西，去制作我们需要吃的这些健康饮食，那就可能是生病了。也就是我们下面讲的，尽可能达到最好的一个健康状态。那这个最好的健康状态，尤其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一直是老生常谈的，如果你两个人吃的东西，你不需要更大的锅，因为这个锅呢，它会让营养呢，这个 steamer 啊，在里面窜来窜去。如果是你能多一种颜色，或者好一点的温度和油，你就不需要去大火去拼命的爆炒，把油一放啊，这个锅一热，歘一下，哟啊，喷的家里到处都是，瞬间爽了，但是以后麻烦了。你家呢，周围的厨房一些油啊，脏了吧唧的不说，你出去一个阶段，这个厨房这个味道难闻的刺鼻，这还不说，更重要，你身上的各种问题都来了，炎症，这里不舒服，那里不舒服。吃这种药那种药，越吃越多，一直吃一把，把你的胃口、肝脏、肾脏慢慢的呢都给带来坏了，这就是没有达到一个最好的健康状态。那如何能吃得健康呢？你这张图上，大家就看到了。首先，第一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分餐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华人呢，海外的华人，包括在这边出生的华人，他们家里没有这个好习惯，也不用公筷母勺，弄个菜啊，就是每个人的口水的筷子在那捅来捅去，这个跟当今的疫情呢格格不入。我们常说呀，公筷母勺分餐制，有几个好处呢，就会让你呢在其乐融融当中吃完这餐饭，这就是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。我们还有很多华人喜欢用这个竹子的、木头的、一次性的筷子，这都不是好习惯。你想想，这东西今天你用了，明天他用了，后天又不知道什么人用了，尤其餐厅的，那便宜啊。实际上，你看一下，你家里如果还是用这木头的或者竹制的筷子，这些器皿的时候，你应该去审查一下，你该扔就得扔了，因为它产生细菌，滋生很多的没有必要的这些细菌呐、毒素，在你的食物当中，用点不锈钢的，培养一个好的习惯。多种多样的饮食，哎，又跟我们前面讲的又去配套了，细嚼慢咽，不要去过量。那有条件呢，可以跟家人呢、朋友啊一起聚餐，但有一点呢，我们不建议啊，这边吃着饭，那边看着手机，那边看着电视，那边呢去品像时事政治啊，张家长李家短呐、哎，你看在很多人的酒桌上，就听一个人这个 to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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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完了以后，哎呵，你问他吃什么菜，他根本就没有印象，没有咀嚼的这一种感受，稀里糊涂的吃两口，把酒喝了。所以你看，经常去参加这种大宴小酌的人呢，几乎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。他们忙于呢，东窜西窜的，
应酬，真是，人家说什么叫应酬呢？就是应付仇人啊。有人说，如果超过10个人呢去吃的饭呢，你呢尽量就不要去吃了，就没有主题了，散了啊。所以你看，分餐你自己欣赏着你要吃的东西，慢慢 enjoy，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。那如何才能吃得健康呢？哎，一个是我们用餐呢，不分心，专心致志的，像我这个锅里煎的是牛肉啊，那我这个牛肉呢，我可能就会放点土豆泥，我会放一点呢 butter 啊，我会放点洋葱，会放点辛香料，这些干香料啊，我们一直跟大家去分享，我们少用一些加工食品，去避免加工食品或者杜绝加工食品，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油从哪来的。很多人喜欢吃这个辣酱啊，这个什么什么啊，这个妈啊，什么什么爹呀、啊，哎，都说自己的酱做得好，没错，一个酱料啊。酱汁儿啊，是一个菜的灵魂，但是大批量的工业生产，这些原材料靠得住吗？尤其是在一些比较没有道德的底线的地方出来的东西，你敢去用吗？这你吃的东西一定是建议用当地当季的东西，你在吃着牛肉的时候呢，之前你要去简单的去 search 一下，我们今天吃的这个牛肉，它是牛肉的哪一部分呢？这一部分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触呢？哎，你去做一些这样的分析，为什么这么去搭配呀？我吃这个牛肉和以前吃的牛肉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哎，总是吃的酱牛肉，给这个牛肉搞的只是一个味儿，只能吃点调料味儿。你没有去吃 grill 啊，焗烤的这个牛肉呢，啊，非常嫩滑，这种感觉你找到了吗？我不是大火去熏烤的这种感觉你找到了吗？所以建议大家，你说你没有，我就。那我就建议啊，你要去吃一吃地中海式的餐，你比如说啊，意大利餐呢、伊朗餐呢、阿拉伯餐呢，等等等等，他们很善于用辛香料。你吃过他们的东西，你发现呢，他的东西这些蔬菜是脆口的，也就是说含有很多酵素。那我们呢？和自己经常在中餐吃的东西不一样哦，所以你就会慢慢学会了品味。那多喝好水，那又提到了多喝好水。那我们现在周围的朋友养成了个好习惯，哎，我也建议我们今天能听到这个讲座的朋友，你也去这么去做。一个减少了餐厅的材料呢，去使用啊，减少了浪费。你看，谁家都有很多茶，几乎都没有空喝，也没有时间去摆弄这东西。那怎么办呢？你就用个小盒装上去，啊，放在包里。如果上外面去吃饭的时候，哎，麻烦服务员就不用你的茶了，因为餐厅的茶呀，几乎都没什么好茶，还有很多茶呢。他给你收费，哎，你说就打一壶热水来就好了。你把你的茶放进去啊，或者让他把茶直接泡在茶壶里头，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习惯。就像你带筷子、带叉子出去到中餐店吃饭是一样的。哎，多喝好水，也包括喝好茶，
自己带。那自己去烹饪，减少在外面用餐，这个呢，似乎有一点矛盾，但是呢，也给我们提个醒。我周围的朋友啊，我们是很少在外面用餐。那在外面用餐呢，怎么能够去减少呢？就在外面，我们尽量不去呢这些煎炒烹炸的餐厅。你比如说，我给大家点小建议。我到这个餐厅之前呢，我首先第一个先去厕所。我看这厕所是不是油腻腻的、脏了吧唧的，啊，这个骚臭的，哎，这个餐厅你就不要去吃了。我真的建议，再好的餐厅你都不要去吃了。哎，为什么呢？说明这个餐厅的工作人员呢，他吃的都是一些垃圾食品。那你去这好的，我刚才讲的是什么地中海餐厅啊。这个法式餐厅、意大利餐厅啊，包括日餐、韩国餐、泰国餐，都不会像你去吃的一些早餐、喝早茶的地方一样，你自己去品品看。那这里面可能有餐厅的工作人员哈，你自己到餐厅看看，它那里面啊，污水呀、啊，那个地是黏黏的呀，你就会发现你。吃的食物在这种环境下，它有多少美食啊？你自己去问问自己，你自己去这些高档餐厅啊，你比如说像威格斯有很多这种高档餐厅，你去吃餐的时候呢，你顺便看看他的 open 式的厨房，你看看他的工作人员穿什么衣服。穿的什么鞋是最重要的？那地下是不是污水横流、脏了吧唧的，身上满身都是油臭味的啊？哎，你去观察一下，如果是，我告诉你，你就赶快离开，宁肯去吃个面条啊，你去吃一个简单的，哎，不需要多次加工的东西。这个呢，就是慢慢会减少了你在外面的用餐量。那自己烹煮呢，就是什么呢？你可以把东西呢买回来，先把东西准备好啊，放在一个盘子里，按照顺序都给它摆好，把调料也给它摆好，把锅呢按照你煮的食物。去用右眼去测量一下，哦，今天是4个人吃，那我今天呢，我要用这个锅和这个锅和这个锅，可能同时你会做几道菜，比如像我呢，同时出4道菜，有些比如说鱼啊、肉啊之类的需要长一点，那就把这个先走一步，啊，就像你去化妆啊、剃头啊、就绞头发一样，有层次的。那些蔬菜呢，叶绿的和根茎类的，哎，又不一样。你给它去分开，这样就把这个时间就充分就利用起来了。我经常问那些朋友，我说你在家里这个烧菜吗？它麻烦呢。我说为什么呢？哎呀，啰里吧嗦的，又得洗锅，又得洗碗，你最起码吃4个菜吧，一大堆。这是。人们呢最去感觉麻烦的地方，为什么呢？没找到好的方法。那我建议呢，你去找一个，就像这个图片所示，一个标准的、能够去食用的材质，这个不锈钢，你看到这个没有 handle，我用的时候再加上去。因为加热的时候，这些塑料制品呢，它会散发在我们厨房的空气当中，去污染我们的空气。那这个做完了以后呢，你可能不用盘子了，就直接拿着上锅了。你也可以把几个菜放在一个容器里头，哎，
最后一分就好了，就节省了很多时间，有方法的。那以后我们还要对这些方法呢，逐一给大家论证，甚至给大家去展示。习惯成自然，成自然你就觉得很轻松了。你不是感觉一种压力，你是感觉呢 enjoy 啊。我呢喜欢营养美食呢，我自己呢一个是感觉很开心，我也让别人呢就快乐。你这种想法，你做出来美食呢就不一样，你把你的快乐元素加到美食当中了。那为什么我们的健康饮食，这么重要呢？这个是很多人呢都想寻找的答案。那什么是健康饮食？那为什么我们要吃健康饮食？那这些话题呢，老生常谈。我们经常看有些人呢，在这个餐厅里东西啊，拿出来就给人秀，是不是健康他也不管，颜色漂亮拍照就拿出来秀给别人看，这是误导，这是一个完全的误导。那如果是这种饮食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们一一跟大家聊一聊，看看。我们很多的疾病啊，是吃这些东西导致的。我们完全可以预防我们的各种疾病的比例，比如说癌症，那吃的这些添加辛香、添加这个各种这防腐剂呀、添加剂呀、硼砂呀这些东西，它真的会导致癌症，这个是有证明的，这很多医学专著上已经做出了证明。那第二型糖尿病呢，有100%的跟这些吃的这些麻烦呐、这些甜食有关系。我看很多人很可怜哦。他们呢，喝着咖啡，吃着这个，吃着糖尿病药，打着胰岛素的针，因为他就不吃这个吃什么呀？他们不知道怎么去调整一下。你比如说肥胖，那100%跟这些炸薯条啊、高热量的，炸牛肉啊，还有一些反式脂肪啊，你比方说这个人造 cheese 啊。这些东西都有着直接密不可分的关系，还有心脏病、高血压等等，都是跟这些油炸的食物有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油温呢，它在不断升高的时候呢，它的毒素就出来了。它过了650伏特加的时候，它就变成有毒的东西了。那这些东西呢，再加上反复去用，它已经没有力量了。你再去用它，那聪明的人呢，他们就把它沉淀完了呢，他把底下的10%的脏的那部分拿出来，或者是20%，再添上。它缺少了这部分，重新呢，第二天再来过。那我们很多的亚裔餐厅，他们不是这样做的，他们就给他弄点东西炸一炸，把上面的东西给他带一带，用点面呢把一些油炸粒的糊的东西带走，重新炸。你看不出来，但是油烟你看得到，这些油烟呢，就是些剧毒的物质。那谁能掌握一家人的健康呢？就是你家庭的主妇，你的家长。你看很多人呢，动不动给孩子，你拿点钱出去买了吃吧。今天，妈妈没空啊，爸爸没时间给你做，养成习惯。那这些孩子长大了，通常都很叛逆，还缺少亲情。
那你即便是吃的这个东西，怎么解决呢？这个方案呢？你比如说，你可以呢，给它多加点蔬菜水果，把这纤维给它代谢掉，啊，你也可以呢，去多喝水，啊，给它冲淡它。你也可以怎么去做呢？你也可以去用这个洗肠的方法，割成单皮，啊，我们以前也给大家分享过。那这些东西都有助于你把大肠的这些毒素呢，给它代谢掉，同时激活我们肝脏的谷胱甘肽，它会让这些东西啊在大肠里存留时间短。还有人说，它怎么会在大肠存留时间长呢？哎，你自己去试一试。你去吃一个我们四川火锅啊，你吃一个非常辣的东西，你第二天感觉呢，这个下面呢就非常非常的灼热的感觉，辣的，尤其是一种麻辣火锅的时候呢，就更加严重，你感觉呢很。多的这个吃了，是不是香的，是爽的？第二天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。哎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可能去洗个肠，哎，这个问题就缓解了很多。你可能多吃很多一些蔬菜，你比如说你喝点 yogurt 啊，你吃点酵素，去分解它。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，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。那么健康的饮食它好处在哪里？那大家看啊，首先呢，哎，夫妻一条心，黄土变黄金。哎，很多的家庭啊，它有好习惯，打个帮手，一个人在烧菜，一个人呢在帮着洗菜。甚至帮他在做切，哎，增进了感情啊，也有呢，是一个人呢去烧饭，哎，去煮菜，一个人抢着去收拾、去洗碗，这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，保持我们身体的能量啊。如果呢，你能够独立完成的，哎，你就是像我烧东西呢，我都喜欢自己独立完成，因为我知道顺序，别人就碰了，可能就把顺序搞烂了。你比如说，我烧菜的时候呢，中间不开锅，我只是用手摸一下它的温度就好了。时间长了习惯了，基本上九不离八，我不会像以前这样啊。一烧菜的时候呢，看一看，烂不烂呢？咸不咸呢？哎，现在基本上这情况没有了。我建议你也学起来哦。你烧菜呢，你本身呢，哎，就是一个运动啊，让大脑，让我们的手啊去协调，啊，保持我们的心理健康。还能保持我们一个正能量、积极的能量。你通过烧菜，哎，这一天你要所做的事儿啊，哎，就赋予它能量，你的心里也能默默的去祈祷。我吃完这个呢，能够加持我的食物的能量，感谢呢上天赐予的美食。让这个美食更加洁净。我吃完之后呢，今天所有遇到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哎，这就是一个正能量的传播。预防慢性疾病，去管理慢性疾病，去维持一个健康的状态。那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大家知道，我们很多人他们家呀。
现在去画些冰鲜的东西，还是跟过去一样。你看餐厅啊，很多餐厅也是，哇，头一天晚上把那个要冻的这些鱼啊、鸡啊、肉啊往水槽一丢，我们敢讲呢，厨房尤其脏乱差的那种厨房，哎，弄水弄个大槽子，哗哗哗一滴水。这就是一个完全不负责任的，完全对自己的吃的东西抱有敌意的，不是正能量。我呢，去参加 party 的时候呢，比如说去看人家去做这些帕拉，尤其做这些炒面类的啊，我就经常跟他们交流，我说这个。请问一下，你这个肉是怎么缓解的？啊，有人说是头一天晚上放在冰箱里呀、啊，放在冷藏间给它缓解啊。那有人说我来不及呀、啊，我就用冷水去吃一吃啊。有人说我上午就扔在水槽里啊。哎，这个就是环境污染，厨房污染。那怎么做呢？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，在这里再跟大家分享一次。你把那些速冻的东西，鱼呀、啊、虾呀、啊、各种肉啊，包括排骨，这些东西你在冰箱里啊，也不要储存时间太长，因为你家的冰箱啊，你相信你不是一些品牌的，通常在美国呢，人家冰箱有条件的都去用这个 Sub-Zero。我们不是为他做广告哈、啊，因为这个冰箱它是两个机器，它呢是根据你家的 cabinet 去给定制的，但是严丝合缝啊，所以它不会里面出现普通冰箱的出的问题，一分钱一分货。那拿出来之后呢？你呢要放点盐，这时候要多用海盐啊，多用点海，用点海盐呢，根据你的数多少，倒点醋啊，根据这个也是根据数，比如说一磅的肉，你大概是一个 tablespoon 的海盐啊，两个 tablespoon 的这个醋啊 vinegar，你给它均匀的涂撒上面，给它拍一拍。跟他去温柔温柔，啊，均匀了之后，你再用点水呢，很快，大概在5分钟左右就缓开了。尤其我们讲的虾，你再做的这虾头，你再做的虾头呢，它是不一样的。你再做的虾头呢，它为什么说不一样呢？你在做虾头不是黑的，它是红的，就是减少氧化了。你这样吃的东西，你试一试，原汁原味儿。想想看啊，我们去吃的肉，你在融化过程当中啊。会发现红的血水就出来了，这就是红细胞。你为什么吃的鱼啊、肉啊，形同嚼蜡，像木头一样的，很难吃？因为它营养物质已经流失了。所以呢，你换一种方法，你去这样来去来做，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你吃的东西呢，温度啊。包括你放的调料，再加上时间掌控的很好，你吃的是嫩滑的，是容易消化的。那在我们加拿大呀，这个也有一个饮食指南，它这个饮食指南呢，哎，像一个高速公路似的啊，这个大家怎么去吃呢？哎。政府也建议我们四个大类
主要的食物，比如说像蔬菜呀，及这个水果部分呢，还有我们的谷类食品呢，建议我们多吃一些谷类、奶类及替代品，那就是乳制品啊。这个呢就比较放心了，它不是像我们有些亚洲的国家啊，粗制滥造啊，把奶呢也给你搞了一些假奶啊，弄些苏丹红啊，一次冲跑啊等等，在海外啊几乎没有这些问题，有他就及时召回了，他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。还没有那些权贵阶层啊，特供的，就大家呢吃的东西是一样，说你吃和我吃的，就是重视了，大家关注了，而不是像有些地方呢，哎，他不是这么做的，那他们吃的东西是合格的，你吃东西那是你个人的问题，我们学起来对我们都有帮助，我们就告诉一些家人，吃的东西是自己负责。你的食物你做主，这些肉类啊以及替代品，那食得健康，生活更好，就每天吃各种各样的食物呢。首先，他看这个餐盘啊，这些绿的呀、红的呀、黑的呀、紫的呀、白的呀，哎，你看这个形成一个彩虹色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蔬菜类。那这个蔬菜和水果严格的界限实际也没有，那蔬菜水果呢，你就给它放在一起，你多吃一些你经常不吃的东西。你看这个，洋人超市啊，也就是这些西人超市，我们加拿大人家西人超市，在美国我们通常叫老外超市。你去看那些人体型好的、气色好的，你注意观察，他们买什么，你跟着后面买什么就对了。你千万不可以啊，去跟那些体型差的、脸色阴沉的、黑色素、黑斑、走路都晃荡的人，你去看他们推的车都些什么呢？都是一些食品类的。我们什么叫食品？什么叫食物？很多人还搞不清楚。食品就是被加工过的食物，叫食品。那食物就是它的原型的，尽量是它原型的东西。那么说，我们吃一些 protein 类的东西，食物啊，你吃点核桃啊，你吃点肉，能看得出来哦，这个肉是猪肉啊，这个是豆腐啊，分得出来，这样才行。你不能似是而非呀、你很多东西裹着面油炸的，你都不知道吃的是啥啊，就是好吃。这又强调了选择喝水来代替饮料。那喝水呢？有人说喝水没有味道，我不爱喝。有很多孩子一张嘴，啊，我要饮料，我要可乐，我要冰水，说明你呢没有用心思。你比如说，你弄些黄瓜片儿，啊，弄些柠檬，放点 honey，哎，你给它水稍微冰镇一下，稍微凉一凉，放冰箱里，不用太冰，哎，喝起来也不错。你试试看，你也可以呢，去设计一下，用更多的方法去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我通常就用一些 powder，比如说有点想吃的甜的，喝咖啡，我会放点什么呢？哎，我会放点蜂蜜，或者是我们讲的蜜枣，蚂蚁不吃的，你就吃就对了，因为那个糖是天然的。你给它洗干净了，给它熬成汁，哎，放在咖啡里很好，就替代了糖。我同时还会放点竹盐，我们上堂课讲的竹盐啊，要想甜加点咸，啊，
要想鲜，你给它加点甜就好了，那就是有层次了。那还有呢，选择我们的全麦粒的，就杂粮的东西。那全麦粒的我不爱吃，我觉得天天早上泡杯牛奶，拿水顺一下就好了。那在这里给大家建议一下，如果你呢还是这样吃就 low 了。如果你在瘦身过程当中呢，你可以用点牛奶，你可以放点我们讲的 yogurt，放点麦片儿，放点黄瓜，哎，你放一点你比如说像肉桂呀、姜黄啊，哎，你拌一拌，你这样试试看，把麦片儿给它放这里，蛮好吃哦，就多一种方法。你就多一个智慧。那最后呢，大家看这个呢东西，大家把它记在脑子里，去到超市里啊，你要经常去跟这些东西去打打交道啊，这些东西大家都能看得懂啊。你比如说，即使去买一些天然的有印证的这些蔬菜呢，你也去买那些。干干净净的，有一认证过的，那这个蔬菜讲完了，你就看见水果类的东西也多种多样的。通常这个用袋儿包装呢，品质都不会差哪去。那这个就是呢，建议去喝你的天然的啊，你可以兑点水，这不是想不好喝嘛？你可以去。兑点水，给它稀释一下，可以再加工，啊，那这些东西呢，牛奶啊，你可以用一些，你比如说有机的呀，因为没差多少钱，真的没差多少钱，啊，yogurt 啊，建议大家呢，经常去用，啊，你像这个。鸡蛋，有人说红皮儿好，白皮儿好，那是很多华人说红皮儿好，红皮儿营养。这里在大家分享了，有的专家说都一样，我认为也是一样。这个鸡的颜色决定了蛋的颜色，它的营养成分大同小异。那你把这些东西呢，不要买多啊，你根据你的情况，你去来。去选购，比如说你去像这些大的超商，你可以跟几个好朋友，哎，可不可以我们一起去啊？我们一起 share 一下，这是好办法。如果我们把这些饮食啊，给它去充分的利用好，我们可能呢，再用起来这些保养品就会达到事倍功半。好，我们的未来路在哪里呢？在我们下一次的讲座当中，那今天呢，讲座呢，就在这里呢，跟大家告一段落了。那我们下个月呢，再继续这个话题。好，谢谢。